吕家的财产都清空了，就剩汉元了。不着急，一步一步来。 鼎大名的第一名媛吕涵芝小姐吗？汉奸的女儿，你装什么清高？从明天开始，你不准来我们圣约翰大学上学了，省得玷污了我们学校名誉。你凭什么管我？我这是代表爱国学生会在警告你。把你手拿开。你还敢到处招摇？我要是像你有一个汉奸的父亲，我早都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了。 你说谁是汉奸？你还敢推我？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你爸爸吕奇松是大汉奸。你也是汉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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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监不多了，不然我也不会从调查组一路跟过来。同志，注意安全！放心，你才是汉奸呢！让开！你爸爸是汉奸，滚出学校！滚出学校！你是汉奸！你是汉奸！滚出去！滚出我们学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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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Mm-hmm.
哎，林主任吗？快来救我！有人要杀我！是什么样的人？几个？你现在原路返回，不要跟他正面冲突。我马上派人过来。主任，辛苦。有事回来再说。你现在马上去静安寺东边的春兰旅馆，替我办件事。哦，是。